新穹铁道又收十连抽了，一点二版本新内容也太多了吧？嘿，我是午觉，现在看大家最关心的塔词，首先是角色词，上班 UP 五星毁灭风属性绝了刃，下班 UP 五星虚无雷属性绝世逃塔，大家正想抽谁呢？为什么？然后是装追词，上班 UP 刃专武到不了的彼岸，目前唯一的生命加成毁灭装追，完美适配刃的机制，下班 UP 逃塔专武只需等待持续伤害的特化装追，并且冬季后提升大量速度作为逃塔打造。然后是新地图，丹顶石以及凌渊镜宝箱弹又可以开始扫图了，全部清一片大概有3000星球左右。来网易游戏免内存免下载，登录即外炎炎夏日不烧机，现在正值暑假畅玩月，新老的朋友均不限时，回流即带领7日畅玩，输对号码还能白嫖时长哦。新怪物苍原长幼灯成露天人，这组合好家伙，美女野兽是吧？剧情方面，这次 1.2 也终于更新了新的仙舟主线，并同步开启了全新的剧情装备。这次的剧情 BOSS 也是一如既往的压迫感爆棚啊，而且还有神秘的隐月君登场。中文 BOSS 为不死神石幻龙，拥有三种不同形态的大女人，不过怎么有种时机凉凉的感觉呀、啊？此外，逃塔玉通也一同开启了同行任务，200星球在等着我们。然后 1.2 版本还会新增2个新仪器和2个位面饰品，这下又有新牢房可做了。大家觉得这4个新套件可以给谁用呢？活动方面，1.2 版本8大活动轮番上线。首先，大家第一喜欢的签到送十连又来了。然后 1.2 版本会开启3个版本活动。此外，还有之前端方早就公布的白嫖角色活动，只需要我们通关忘却之庭新回忆的第一层，就能直接获得现在 UP 的新角色玉通。最后还有经典的双倍花二以及双倍仪器调活动。此外，端方还优化了好友聊天系统，加入了聊天表情的全新功能，大家终于可以在游戏内和好友互动了。最后是3个星球兑换。